出去玩吗？出去玩吗？出去玩吗？花豆腐，去年是跟我父母来的，不，跟我那个我也是我爸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一起来的。你想你要玩什么项目？我先要玩这个。你好，我来个烤肠。好了，今天我打算把花豆腐所有的项目都玩一遍。玩点吓人的吧。开始了，好久没来游乐园了，有一点点小紧张。对，要做好游戏时长2分钟。我手机要做好游戏时长2分钟。有了有了有了。随便，这俩规则都一样。哎呀，投的很不准的。这差了一个，这边第二组，再来一下，第三局。没有投掷的一些。那么大劲儿，瞄准就行。第四局还有一局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再下一个两个劲。零了，零了，零了。老板，送你一个。老板好，老板是很好心的羞辱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哦耶！开始喽，开始喽！看这风景还是蛮好的。这个应该不是很吓人吧？我第一排，真的，给你看一下。应该会有点吓人吧？
车干嘛？哎，天空。荡秋千，荡秋千，荡秋千。就这样。哎呦，倒过去了，还挺舒服。哎，倒立倒立，别。哎呦，有劲儿啊，到那儿。上劲儿了啊！哎，停住了，就这吗？没意思。